个是什么图形都有办法解，除了圆弧之外啦，除了等一下椭圆形没有办法解，其他乱七八糟的形都有办法解。怎么解？来，你注意看哦，直接在这里画一个他要的。来，你注意看哦，直接在这里画一个他要的。我这里延伸出来哦，对不对？把六公分定出来，六公分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了之后，请问你这个角度是在这里？我是该把平行线画出来，怎么样？这个平行线是可以画的，怎么样？所以这边一样，这个就直接画出来。放大了，放大了之后，这一点会再这样子直接画出去。这里一定是两倍，不是两倍了，因为这个是放大2.2倍，所以这个一定是原厂的2.2倍。好，不管它，你不用研究这个，所以这个一样画出去，你们画出去，所以一样啊，这里要知道。一样画它的平行线，把画成平行线，怎么样？这就出来，怎么样？好，所以这边一样画这一条线的平行线，画它的平行线，对上去，对上去，好，这里就是它的平行线，好，这里你看。这样子就可以把1:1的图画出来，怎么样？这个图画出来，怎么样？所以换这个，啊，现在换画这个蓝色的5边形，一样画上去，就对到这里，怎么样？这个一样画出去。再画它的平行线，你就是把这个图先画在这边，再钉上去，然后，啊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方法，其实第一种方法，不过我怎么画出？好，来，你自己把它完成试试看，我再画第。